我儿子之前很喜欢在波给他做菜什么的哈。室内其实也有清净那空气的那个作用。多痰好吗？还有长新冠后遗症的，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保养。所以说药食同源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小菊罐，就是红白牛樟芝。就我刚讲那个，一觉得今天怪怪的，我就马上喷。今天我要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我必须要去的时候，我也会先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